让他被雷打到了，我帮他盖个屋。感谢订阅。紫色的效果是，哎呦！紫色的效果是，哎呦！加速吗？还是加速是白色？我看到有紫色的蜘蛛，打。不是啊，很多怪啊！让他打，都打，让他打。我现在身后一堆鬼在追我，哦，真的超多，还有四只猪，好可爱。哎，蓝色的，蓝色效果是什么？蓝色效果你怎么那么多啊？哇，不知道蜘蛛会很多啊，蜘蛛超多。打死啦！那等一下你看到不是七彩的效果啊，我会吓到、欸哦。沉船。嗯哼。哇哦！还是保护一下啦，嗯，防万一。哇，那个经验球在飘，超像萤火虫哎，好可爱哦、喔！哇，升到几了？没有掉。他碰到 bug 到处飞。哎呦，安德好可怕！不是啊，你都低着头看就好啦。我是看地板啊，嗯、就是那个突然有一个长脚的。你跟哈基讲有安德，他就冲回来了。真的吗？对，是有安德没错啦。哎呦哎呦哎呦哭哭小雨什么没有防爆没有啦骗你的吓吓哎呦还有村民吗没有我是绕太多圈啦这边怪越生越多了哎叶妹哦这是叶妹这是叶妹哎呦哎他为什么去撞那个啊因为他要撞我、哦、他要撞我想说我想说他怎么去撞村民想他怎么撞村民夜魅陷阱就新的产生了。哎、欸，有啊有啊，小雨那边、啊欸、有这边有。僵尸村民吗？没有了，安德。哦。我刚刚绕了超多圈都没有僵尸村民。十趴。哎、欸，安德好多哟、哦，有三只哎、欸。经验还蛮多蛮的。哈基家的屋檐是夜魅陷阱哎、欸，出不去了，怎么排呢？卡住。真的假的？对啊。我要去看一下。不要，你家那个泱泱，你家楼下也是夜魅陷阱啊。哎真的吗？对啊，出不去是不是。他会跑下来，然后上不去。那、嗯、就卡住了，就卡住了。突然觉得有点方便。在哪里？养一只藏在哈基的底下。一直叫，一直叫。超死！超死！有掠夺的来帮忙一下、喔。没有的。你要打什么？你们要干嘛？安德。安德、哦。哈基不是我打。那我先坐船好了。你们坐船啊，我打啊，我有663。哦，我坐一下，哎呀，走开啦！好了好了好了，城市蓝鹦鹉螺壳，对啊，会啊，钓竿鹦鹉螺壳都有，几个？哦，两颗，哦，这里还有一只，哎，不见了，白天了，白天会绕到处。还在，哎，壳嘞，壳嘞，我看它了，我看它了，你直接看哦，这么快。哎、欸，他进你家了。你好。他在哪里？他在里面。哦、欸，好了，到了、哦，有了有了。来点了，看到，到了，终于到了。有了，到哪里了？刚当暴徒哦，加一。原来早上安德会顺走。对啊，早上安德就比较没有攻击性了。哦，他是不喜欢在亮的地方吗？还是怎样？哎呦，我们现在有几个人啊？八个不是？哎、欸。七个哦，少一个那個、怎么了？我要去挖黑曜匙，挖黑曜匙。那你要弄那个、啊？我现在有七颗了。哦，难怪你会叫我去帮你们打哦。什么东西？中间最香啊。哦。哦那雨月是不是要分一下？可以看看他有几颗钻啊？对啊。我贡献我的掠夺。贡献。我来去捞个水啊！哇，黑曜石加几个、啊？八七，看起来有掉，可是没看到东西不见了。东西不见了，可以帮你挖黑曜石。现在要赶快那个谄媚了，赶快找、那個。我有效率士，我可以帮你。对，要赶快抢帮忙。我也有效率士，我可以自己。你不是效率五吗？我要去付效率五的。爸爸效率四被写那招，效率五了。对。我是我芒哥防腐上。我可以用黑色羊毛换。黑色羊毛。很像、啊。什么鬼？
假装晕，对，然后再做个蓝色的玻璃，来盖个假地狱，的确是有点像，盖个假地狱，怎么点不燃这样子？哎，有没有泥土箱啊？泥土箱？没有，我在看我的仓库，搞不好有被拿光了，有没有？也是有可能啊。哎呦，在哪里嘞？再试一下。所以我要49个黑曜石吗？好多，那很快、欸，那不会多啊，很快啊，不多，嗯，很快啊，效率是很快，效率是大概3秒吧，4秒，嗯，差不多，对啊，你把黑曜石想多难挖啊？好难挖，有效率的撰稿就是快很多啦。哦，不对，是56个，87、56，87，怎样？87，我当剧前。我14个可以给你。他这个就是要想要跟你分15。不要，我记得他好像没有很多啦，我自己来好了啦。哎、欸，八颗钻石啦！我想往下面这里。这任务，这任务是八颗钻石啦。就你挨家黑屋每人送一个那个箱子，里面塞一颗钻石，有没有？哎、然后，哎、欸，怎么我的重金箱里面还是八颗钻石？哦，有钻石，是放在自己中介箱里面。你我放的是中介箱里面。对，不是放在箱子里面。对，所以我怎么放都是一样。前世界冠军，你在开心什么？没有，我说我自己挖到钻石。哦哦，哇！神界冠军，哇！那你可以抽奖了吗？我想抽一次奖啊！抽啊！抽！有人在暗杀我。谁啊？谁在暗杀你？谁暗杀你？两只骷髅，祝你抽到，祝你抽到锄头，谁啊？别再说了，祝您中奖。那你锄头给我，锄头在箱子里。好诶，亲自取这样子。哦，你在这里。我的天，哦，在这里啊！啊，哎，水流后面，水流。啊，你死。嗯，几卡？48，还不够，还不够，还不错。没卖哦，没卖哦。哎，那没卖哦，没事。哦，钻石，哎呀，这钻石，哦，钻石，12个铁，绿宝石，好多绿宝石，好扯，好多绿宝石，好扯，你怎么高三 D？ 是啊，你摸太细，什么东西？你好忙哦，对啊，你怎么超忙的？哎，啊，什么东西？你好忙，你感觉很忙吗？没有，没有。你这样，你通常这种语气就代表你在做坏事。对啊，你是要穿金装了？我哪懂哎，哪有？你是要穿金装？不行不行，我要来去看你在干嘛。你知道的太多了。我去看你在干嘛？你在干嘛？我在挖宝藏呐。哦，好哦。哦，好啊。你听起来像在做坏事。没有。是我听电子音吗？还是没有？刚刚是一点点而已啦，一点点。哦，一起讲话吧。对啊，因为一起讲话的关系，嗯，应该是。那、啊、你挖完了没啊？挖完了啦，可以关了。关、关，可以关。啊，不行不行！你刚才想把我砸下去是不是？你到底只剩4滴血吗？我没有没有，你知道你只剩4滴血吗？你怎么？咦快跑！啊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哎，你怎么在坐船呢？你把他踢过来就好了、啊。这样好坏哦，坏坏坏！哎，我卡住了，刚刚是不是卡住了？阿友好快啊！阿弟，我跟你拿几根炼丹哈。好好好！死掉了！我只是想要把船打掉。我靠！快把我打回去！拜拜！你怎么可以直接传回去？碰到我要直接传回来。我帮你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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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是啊，好了，你直接放在他的门口好了啦。我在原地放下了，别，你放着，你放着，你放着，把它塞在门口吧，放着。乱塞，洋洋，你要放在哪里？找到了，放我床旁边就好了。床旁边，床上面吗？床的左边好了。床边好，感谢。找到你要放哪里？放哪哦？我放在仓库好了，我找一下，放在找地方给你放。仓库的话，为什么有人默默找？不然放在这里好了。就是这个工作台拿掉，用烧的。嗯，这里，所以你要面向这边。面向对，面向里面这样。面向里面这样。对。小雨在哪里？嘿嘿嘿。我在上面。好，我在上面。哦，好。我在上面。卡住了。下一位是小雨，小雨那边坑对。坑，随便。因为你先别动哦。听到了什么声音？啊？没有，我要回家。哦。哦，小雨，你找个位置放吧。好，你能丢给我的。好，谢谢你。那繁星呢？来给我。杰克呢？直接给我就好。阿郎呢？我在家。你在哪？你想干嘛？鹦鹉掉了。你的鹦鹉掉了。我的鸟掉了，我知道我在等他。阿星，你的鸟掉了。然后呢？然后走一走，然后还下蛋。自己那个抽奖是怎么抽？去上面画。你叫哈基，你叫卡米。哇，你后面是干嘛？你们组队哦，一起走。做画面。我只是做到一段落，我想去看。我只是来领奖的，我来领奖的。来去看而已。矿物。我要去看。啊，所以是抽工具嘛？有工具跟矿物。等一下，我也要抽一个工具。我要。啊，对，放啊。对，放着放着，先不要开。大家都瞬间集合哎、欸！笑出来，好了，其实我都在这边排队的，因为刚好显示 bug。我来了，小雨你上啊！不是，我是暗上的耶！哈哈哈哈哈！再来呀，新姐，锄头啦！什么？胸骨秃头，哇，那比你的还烂哎！你的还比我烂嘞，我还要烂。哇，好吧 ，QQ 啦，运气不好。我先东西放这里一下，我等下再处理。我在怀疑每个人的第一抽是不是都秃头？没有啊，我可是我不是啊，对啊，我的是钻剑，对啊，可恶，欧洲的。我的是铲子，谁那有唱片？没有，你要让他鹦鹉唱歌跳舞。对啊，好，现在我们还没有。怕嘞，可恶。没，去炸唱片。对 ，no。啊，我这里要关啦，时间到啦，到了，现在要录影啦，拜拜。休息喽，晚安喽，拜拜。好啦，我应该再来摸一下吧。再去看一下任务有什么。我本来想说今天继续整地。我想想，不要一直整地没画面，好无聊。这样，好啦，那就这样子好了。收集两颗海龟蛋，奖励五个钻石。那这很简单呢。啊，对啦，我要去弄那个金铁轨啊，封变女郎吗？有啊，她有丢我雪球，没有啊？要有真的有内容有小雨的再去拍她啦，我看一下小雨在哪？小雨在吗？小雨又不在，小雨真的是跑最快，我的天哪、啊！小雨，你怎么跑这么快？
盾牌快爆了，要做一个新的。我真的很担心我之后开台啊，然后声音，不够做盾牌吗？不这样做吗？啊！我之后开台就是声音，那个雨声太大，我真的很害怕。没有群服三只鹦鹉啊，但是我要有那个。要用唱片机啊，还用唱片机才行。我没记错吧？啊，对呢，村民看一下。我总记得不会变啊，对啊，它不会变呢。是奖牌没错啊，因为原本就有职业的，我记得是不会变啊，所以那只应该就只能放弃掉了。他怎么没怪？哦，有了。哎呀哟！声音真的很大声欸，好啦，那个对啊，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办呢，这收音就真的很棒啊。这个是下雨的声音啊，因为之前麦克风比较，之前的麦克风就比较还好。所以我很早之前就有说那个，我家就是会听到那种雨声、暴雨的声音啊。所以啊，你们那时候都说听不到。所以那时候我就说那个什么啊，我这边有暴雨嘛，然后你们都说听不到啊，还是什么，就说哈。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是蛮辛苦在开台的啦，因为你们都听不到，但是我这边真的听到声音是大到很夸张。用羊毛盖雕像，下一集吧，因为我都还没开始用啊。哦，哎咻！
为什么我身上一直有一个效果啊？感觉是抗火的效果啊！苦力怕，苦力怕。我靠！吓死人了。怎么那么多啦？哎，怎么下线之后这么多怪呀？难用欸，白痴哦！啊，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去弄铁轨。没有没有，只剩我啦，还有其他人呐。我们附个那个叫什么钻石镐吧。从医院回来了 ，Hello Hello。现在接什么任务？我想要唱片啊！噔噔，哇，幸运二。一个青青石放哪里？问一下啊！哦，音乐，哈哈！青青石放哪？我看到了，抱歉。青青石，那我拿锄头走喽。好，去。他自己开了箱子吗？还是他自己没开麦？没啊，等我再弄任务。哦，我更新的资料，我把那个任务都变奖励变好了。哦 ，Yeah！ 不然大家解任务的意愿很低。嗯，真的。哎、欸，我还在开台可以吗？啊，没关系，可以。好。我砸雪球砸超久，一颗。
效率四，好耶、欸！干嘛咬我？哎、欸，村民变普通的了。哦，终于、哎、啊！那、啊、你怎么还不？你是不喜欢看书吗？啊，不是，上面需要放书本吗？不用，不用，不用，只要有讲台就可以了。对。你终于变普通的了。等一下，你真棒！这是谁的矿啊？正中午了啊！还是你家有铁轨啊？铁轨能干嘛？因为铁轨的话，生物会判定说那是方块，就不会乱动了。是没有啦，没关系、欸。我刚好去废矿，我不知道有没有带回来，还是我丢掉了。正常人都会丢掉了。如果你是不正常人的话，哦，看来是没有。三节子，然后怎么咬我？啊，去录音啦，拜拜，拜拜，拜拜，我要去录音啦，拜拜，查一下。我想起来怎么用了啊，白痴哦、喔，他出去了。等等见。怎么了？没关系，那个等下让他自己走回来。他跑出来，等一下、喔，让自己走回来。哎，自己回家，你自己回家，你自己回家。哦，他变身了。对对对，我想起来怎么用了。那个，你帮我把那个讲台敲掉。讲台。我想起来了，那个床头要对准那个工具台。哦，对。来，小教室。安妮。哦，变了。然后，好，你帮我看哦，你帮我看，我洗它。好。没结果啊。所以是要，他会直接洗出经验修补吗？可会啊，会啊，会啊。波涛。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是怕敲到他啦。哦，书柜。好。如果能洗到就是经验修补加那个纸的话会比较好。书柜。点不到他啊，书柜。哦，你先看一下。哦，好好好。书柜。还是书柜。哇。哦。爆炸保护衫。好。我那时候修补蛮好洗的。鱼饵书柜。好。可以先洗一个书，那个起来就好了。清水性，所以我们目标主要是修补哦。嗯，掠夺二。好。哦啊，放床头，对。书柜。对。哦，失手之处。书柜。书柜，靠，躲开！失手之处，书柜，修补有了。好，那跟他交易，看是什么纸还是绿宝石？